泽贤即将从护理之家毕业哦。他就有人在照顾起我。每次道别充满不舍却无比的开心，台中慈济护理之家多年前首创返家率指标，强调生活自理训练，鼓励住民多活动，恢复身体机能，早日回家团圆。在这里不单有专业的医疗照护，还有暖心陪伴。把住民都当成自己的亲人，正因为处处用心，台中慈济护理之家多次获奖肯定。第21届国家医疗品质奖系统类卓越中心组奖项，全台只有3家医疗院所获此殊荣。我想这一份的荣耀跟肯定，是代表着我们要更加的努力，要能够持续永续来照顾长者的健康，落实人本医疗，让住民和家属都能够安心，创造更多的幸福感。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